元宝，我们今天去吃什么？汤菜。安贫乐道，达人日料，我是安达，欢迎观看安达懂日料。今天我们来到位于三元桥凤凰汇的圣博店，看着橱窗中一个个定时套餐，我这口水啊，哎呀妈呀！中午不到十二点就已经开始等桌了，我们是四个人第一桌，等一等吧。店内面积不大，弄得干干净净的，听说是台湾同胞在经营。我一顿行吗？我这碗呢？这个卡兹尼锅店是吧？这个绝对卖中。点完套餐，免费的圆白菜丝就上场了，有醋汁儿和芝麻汁儿。但我的最爱是炸猪排专用的 sauce。 怎么你要在锅煮个都卖不能啊。嗯，这个你咱们你也不吃牛排，你就吃呗。记得给孩子的话一定要选择芝麻汁哟。温馨。嗯，定时还没上，我们就加了一轮圆白菜丝，想吃多少吃多少，真是太爽了。等菜的时候一人给一碗芝麻，拿木棍捣碎芝麻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遣时间的办法。忙来忙去，在喝口茶的功夫，我们的菜就上齐了。哈基妹点的儿童亲子饭套餐，有土豆泥，还有奶油薯饼配一杯苹果汁儿。妈咪点的乌冬面套餐，一碗面加一份腰内炸猪排。爷爷用中指点的里脊陶板锅套餐，我点的是千层炸猪排套餐，这猪排一份也太少了。顺便提一下，每一个套餐都带一碗味增汤，快看这肉汁滴下来的感觉。嗯，好吃哎。嗯，卖，我这卖。再来尝一尝蘸上 sauce 的味道。哇，肉汁爆开了，太嘴里了，卖。等到有点腻的时候，再来点这个夏贝子。于是我想到了一个终极无敌大招，猪排生菜一口闷。我的天哪，这也太好吃了吧，而且太下饭了，这饭一口一口的根本停不下来呀。 Oh my god。 嗯，好吃。时不时用酱汤重置一下嘴里的味道，期待下一口肉汁带来的感官盛宴。吃一个媳妇的腰内，腰内就是 一整块肉，它里边没有那个千层，看看味道怎么样。不对，比那个有嚼头，能吃出来肥肉和瘦肉的区别。我觉得喜欢肉的人可能更喜欢吃这腰内。赶紧再吃一口千层对比一下。爷爷也高兴了，我卖。嗯嗯，这个肉汁多。给大家推荐一首日本经典歌曲 Forever Love by X Japan。从这期开始，我使用索尼最新的 Vlog 相机 ZV-1。 这个相机给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太方便，而且对焦太好了。总结一下，如果一个成年人想在他家光靠吃炸猪排吃饱的话，还是蛮困难的。
好在他们家米饭、酱汤、小菜还有生圆白菜丝都是免费无限量加，所以吃饱是肯定能吃饱的。而且虽然他们家主打是炸猪排，但是吃下来一顿你会发现你吃的菜的量要远比肉多，所以无论是从口味还是健康的角度，圣博店都是我可以给大家推荐的一家餐厅。谢谢。